艺人宋一鸣因为小甜甜退出教会一起发光仪式，意外被风波牵连，许多艺人朋友更是不忍了，直接跳出来为小甜甜发声。宋一鸣在四日与老婆开记者会澄清后，前教友医药记者王瑞玲再度连环报。六日凌晨，王瑞玲发文直言他们要的只是真相，并提出四大疑问。王瑞玲直问为什么还在带风向，直言被迫离开的家人们从未在自己社群平台说夫妻两及国度事业的不是，但你们还是不断的在告诉里面的家人们会离开是我们不对，是我们在里面搞小团体到其他家人是非。更让众人意外的是，家人们将所有事情敞开心扉说了，这些事情都被你们和小组长拿来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传来传去。王瑞玲在问为什么就是不肯承认假见证，要求宋一鸣拿出泰鲁阁事件的订票证明还是电话录音证明非假见证。另外关于奉献，王瑞玲也指出扩新堂的奉献，一些家人在团契后被直接点名要奉献六位数字，排除万难奉献没多久后就被迫离开。王瑞玲更透露，在报税时询问为何没有收到奉献收据，宋一鸣回答有请专业会计师处理，结果来的是一张你们根本没报税的收据，在国税局报税的明细表上变成5000元的执行业务所得。大酸宋一鸣，记者会应该不是律师在场，应该是你请的专业会计师在场吧。最后更酸，花奉献的钱买网军很瞎，让同工小编忙到按谁的粉专都搞不清楚更瞎。对此宋一鸣在14日首度针对王瑞玲做出回应，澄清没有订火车做假见证事件，和太太陈维玲是完全不知心的牧师师母，奉献收据绝对可以抵税，王瑞玲不接受取回之前的奉献，开立劳务报酬。王瑞玲离开后曾要求回到教会，王瑞玲提起爱城事件、对逝者不尊重等六大重点。对此16日凌晨，王瑞玲晒出2010年国税局报税资料反击宋一鸣，指出自己复现六位数金额，孩子则是连一张收据也没有，向宋一鸣确认金额，对方仅回复我太忙交给同工处理，以及国度事业补寄来一张4000元，还写2011年4月29日的收据，轰宋一鸣说真相真有这么难吗？一定要用奥布吗？圣经到底教给你们什么？17日，王瑞玲加码秀出查询统一编号截图，称自己奉献的钱是给了网购公司。对此，一起发光使用爱一起账号回复：一起发光是没有任何盈利的机构，也完全免税。不过，因为这两年我们有开立 YouTube 频道，播放一名牧师的讲道影片以及教会的敬拜影片，所以是完全按照国税局的要求申请，是完完全全合法的哦，并规劝王瑞玲，如果您真的有觉得有任何不公不法的地方，您也可以依法程序来保护您的权益，但请您不要再利用媒体上放话及做文章的方式来浪费社会资源和造成大家的混乱及困扰。对于爱一起的留言，王瑞玲则回呛，什么时候我连用自己的平台发言都要受你们控制。王瑞玲18日深夜又在脸书发文透露，她去国税局从赠与税查到营业税，柜台人员电脑查询资料后，王瑞玲拿到了一张单子，虽然报税日期已经过半年，但在他陈述清楚的真实理由后，立马帮他用更正增加捐赠列举，顺利让这张收据归纳到应有的类别，对方还提醒他可以去营业税课查。王瑞玲直言，从电脑记录才知道你们的事业做很大，才了解你们可以用五鬼搬运法如何用大家辛苦的奉献来做大自己的事业和让大家高举你们的方法，是不是也解开了大家对牧者不用做事也可以坐拥上亿豪宅、孩子可以出国留英的疑问了吧。王瑞玲点名林总干事，表示自己从牧者口中得知对方小孩到英国念书的100万元学费从何而来，请你不要再用假账号睁眼说瞎话，我也会直接拆穿你并提告诽谤，我都有截图。王瑞玲表示，从一起发光成立后，有多少艺人家人们像我这样离开，离开后还被夫妻俩在兄弟姐妹们面前说尽离开家人们的坏话，挑拨离间，封杀在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的通告，甚至用黑道文字和语气霸凌我们。他指出自己有人证、物证、对话记录，可以随时公开或当庭对证。王瑞玲并呛宋一鸣、陈维玲夫妻满口神，却在做违背神喜悦的事，真的很可怕。
最后王瑞麟说，你们已经构成威胁和诽谤，你们可以告我，但我更会提告你们和一起发光理事长宋逸民。 Hello， 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宝仪。大家好，我是浩子。我是阿翔。我是号角响起。大家好，我是许杰辉。嗨，你好，我是蔡康永。嗨，大家好，我是周庆林。好，不然你住啊。好，你先住嘛。我祝三立新闻网的这个观众朋友兔年行大运啊，兔年快乐。祝三立新闻网新年快乐，娱乐新闻 Happy New Year 兔。祝三立新闻网及娱乐新闻新年快乐。祝大家兔年新年快乐。祝大家兔年大吉大利。祝大家兔年行大运。兔年行大运。兔年行大运，兔年行大运，兔年到，每一天都是钞票 ，too many， 快乐 ，too much， 新年快乐，扬眉吐气，红兔大展，大展红兔，新年平安快乐，来年一定要健健康康，咚咚咚咚锵，恭喜发财，咚咚咚咚锵，啊大家哦，新年赚大钱，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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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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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年新年快乐哟。